弟，哎，也就是说还要做 project， 来不及回来吃饭。哦，不然我们一起吃。好啊。是不是那个菜凉了不好吃、啊、不会不会，只是很久没有吃到妈妈煮的家常菜，忽然想起一些事情。对啊，第一次你今天煮这么多。没什么，今天是我生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萱萱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咦，萱萱你怎么哭了？萱，妈妈不在，爸爸我。Auntie， 我很想妈妈。Auntie 知道，妈妈是走了，但是她留下的是爸爸。坚持的信念。你会难过，难道爸爸就不会吗？为了你，为这个家，为守护而坚持。萱，爸爸我会为了你，为这个家坚持。爸。萱，回来就好，吃饱了吗？